来，个人想要吃无？300块。你会当人分两三？啊？一人分。我给恁两个碟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个人要两样，七块块无？300块来。你要坐碟啊？张黑。左边，你搁要坐碟，搁落坐碟啊，可以。来，搁想要吃来300。这4G来，这5G来，这6G来，300块。个人要无？300块。照好吃。你只要甲我买过一届人工，你就透早就要甲我买西啊，真正赞的。哦，我袂得卖好难的啦，真的啦。但是重点是啥，你知道？用烘的，用蒸的，你知道？不要放太多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欸，不用放任何调味料了，这样才洗好啊。哦。有啊，有啊，几分尔无啊，300块无啊，没几分尔。来，这位小姐来。过热，等一下，再热。来，好，就纯照烧鸡腿尔。来，这个上。照烧鸡腿。谁要调味？两盒500块而已。虾仁卷。好，虾仁卷啊，虾仁卷，不要整箱都拿去就好。谁要买两盒？不用了。谁不爱调味？你不要调味，谁不爱？我不要调味，谁不爱？你那今天谁不爱黑啊？哪边干？谁不爱黑啊？哇哇哇哇哇！来，发出那个白色的白虾，白河虾，再帮我看一遍好不好？白河虾，来，这个谁要吃？来，200块就好了。这笔虾仁卷200块，来200了。来，虾仁卷200块来。来，我人要吃虾仁卷，无来200了啊。赶快过来来200了，来，小姐来，我你来。来，我人要虾仁卷的无？啊，人要吃台湾青鱼的无？今天特别强了，你看好袂袂啦，紧就好啊啦，哦。哎呀，有有有，这边等个套啊，你套啊，你套啊，好来，老弟帮我剪一刀一下，啊，剪一刀，中间一刀，好，来吗？哎，来，1、2、3，一个人剪一刀，一个人剪3刀啊，一个人2把而已，纯粹一件无呢，下后面会有点晃，好来好来好来，接下来，对了对了。来，今日我写卷最后一件哦，啊，无来100块就好啦，我啊分分掉来100块啦。来，好啦好啦，100块来啦。来，个人要食虾仁卷无来，100块来啦。哎，拄啊，迄个提无着的。个人要食虾仁卷无，剩只尔哦，100块了，100块。虾仁。迄个一个小姐买提无着啦。个人买啊无？来100块来，我甲买一堆。啊，最后坐什么来？100块拢给你啦。好，那你钱先给我。好。好。安尼这个就结婚早上给你啊，系啊。好啦，安尼来。有人想要食大只黄鱼无啦？来，我唔敢点。即马我讲足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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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讲。来，你咩啊？我先问，先问。来啊，这虾啊，啥物啊？买一千啊，好不好？无啊，买一盒多啊。啊，两盒给你啦，不要紧的啦。来200块，进料啊。来200块了。有人要吃虾啊无？放泡面的啦。我想点虾啊，来一盒200块，然后加200块。三，来。那给你画大饼啊！我吃，我这人做白拖拖的啦。哦，我这人做白拖拖的啦。哦。不要炖底了，看起来袂爽，做俗的，咱讲真的，香鸡啦，一下讲偌济，你要200块，来带过来。哦。来。我咧卖，我伫遐豆豆仔共啊，紧就好啊，来啦。有人要吃我来，200块来。还有人要吗？200块，下次200，要我阿不要？我好好一点。你好逼啊你！来，够人买无？够人买无？啊，来吃虾子的吗？200块，听好。200块，要吃鲑鱼，要吃鳝鱼嘛，哪个有哦？哦，爱点啦吼。来，够人要吃无来？虾子200块，你要大只嘛有哦？来，无算吃就好啊来。啊，够问你有人要吃青的无？老爸，这个想要吃无？老爸，这个。咸猪肉吧。咸猪肉无？无呀。来，
面头包即人来，想要食来，我来讲。八零八五百。有啊，想要食青菜包即道无？青菜包即啦，等下煎啦，足清足水啦。你一般你嘛菜市啊，我讲一两卖恁十块，一尾公价三十块、四十块啦。青菜包即啦，有人要食无？我讲今日就五百块啦，四百就三百啦。安尼听好哦，这最低消费三百块啦，无你卖过少，有啥物你知影无？你后壁个公价也超过三百啦，来青菜条啊，直接过来啦，青菜啦。一人客三百条啊，这一堆全部都包起来哦。很早听下来，这堆做大盘，三百块，够人买啊无？够人买啊无？你这吃的很好啊，呀，挺结实的啦。乌白白，真正，你规只拢金的哦，恁看有诶啦，规只拢金的哦，恁看有诶来，三百块，三百块够人买啊无？三百。水料三百块，我们吃我来，水料三百块，甜一甜，甜涩涩，三百就好啊，三百对啊，包几只正的哦，啊这足简单了，免炒台啦，哦，这包只上好台的物件啦，哦，无你外歹台啦，来，个人要吃我来，包几只正的哦，来三百块，个人要吃我，凊彩好啊条啦，这人工这也靠发五百嘛发伊啦，来三百。来，个人要吃无？来，人吃吗？这一堆包鸡蛋，甜一甜，规盘哦，金色色的哦，三百条，三百块，个人要吃包鸡蛋无？三百。啊，人吃包鸡蛋的吗？三百块。真的啦，我袂甲卡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莫无规只好食平大蒜，比较歹算啦，平大蒜啦。来，三百块，这一堆，这一堆包鸡蛋三百，来，小姐来。来，个人买无？啊，人要吗？三百块。哇，甜一甜，满满的一盘。个人要吃无？三百。三百，你原说去人放一半，可能三百块就买无。真的啊，来三百块啊。个人要吃无？来，后面那个帅哥啊。来，帅哥。个人要吃肉鸡啊？无肉鸡啊？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对啦。啊，吃什么？无那个小小杯、黑白杯啊，今天所有东西乱卖啊，不管啦。来沙发，过来，有人要吃无沙发？我吃完了，你来来去。两百块。两百。来，过人买下无？吃包吃三百块。拢有啊吼，拢有啊，讲我别行来。有人要吃十点菜好不好？有没有点菜的？请问一下。有没有点菜的？香芋有人想要吃无？三只哎，两百块的，两百块。五龟啊，够两百啊不？啊，红鱼呀、啊。不是，那不是红鱼，那称啊，尾鱼啊。来，够两百吃五龟啊不？两百块，两百块啊。飞来，画下条来。Hello。来。这边。多少？两百。两百啊，这边这边。够两百啊不？来，两百块。来，五龟两百。来，好，左边来，小姐来。来。来。来，够两百来，我报错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拿去。小姐，小姐，这个你这边再问。来，够两百有鲍鱼的不？剩两个人客尔，无人哈，剩两个。谢谢。剩两个有两百的不？来，两百块。龙标。哦，好。来，还有人要吗？来，两百块，最后一个没了。不啊，好。来，两百块。
最后一个五块两包，什么？好啊，好啊，来，好，小姐来。拜托了，你看，兄弟，再换一个啊，嘿。拜托了，让你们看到。来，啊，有人想要吃香鱼无？是啥物啊？香点菜啊，有人点无？有人点无？来，我来讲啊，现捞哦，船钓真好。来讲今仔现捞物件拢够鲜，惊死人啊！我来讲哦，你的物件来讲不好笑哦，这个腌仔有的人哦，这白肉的哦，你知哦？啊，有啊，切切哦，当作豆腐咧卖，但是我讲即摆真正出现豆腐，啥物麻椒油的，哦，当钓时啊，正船钓的啦。有人想要食，我来讲啊，这一般行情的菜，只菜价大概大概开你百啦，可能只要半价头三百块、四百块，这两尾大概讲真啊，开六百、开七百，有人想要食无？花五百块就好了，不要你花太多，三只给你五百块，很难啊，有人想要食无？金色色哦，一等于吼免磨烂，你要切切了后，头尾煮汤上好，真的对啊。有人想要食无？这三只。这三只做一盖就好啊！你听哦，有人要吃哦，五百块，五百块有咩啊？无，太平瑞，我卖咩？我要吃哦，五百块，四百条，现捞来哦，金色虾哦，好济啊！阿姊啊，三百条，来三百块，几条啊？快去好了，来三百块。现捞啊，无会到那边吃啊，几条来？来三百块来。我带你走啊！来，今个吃，吃，几条来往，几条来往。我带你来，你吃袂落来。这也是猪汤哦，你这很老哎哈。三百块。来，三百块。真的猪汤的，红烧的。拢好食，有啥物？你光看这鱼仔金乌，你着看有啊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比青鱼较价值的物件哦，你听有无？哦，足青足水的，个人要食，要只三百俩，三百块着，三百块。个人想要来无？有人无摕到的无？三百，三百块。我也七百块，这三百现到三百块来哦，一尾卖你一百块俩嘞，你看乌白白啊，你卖真卖较紧的尔。有人要来哦，拢有啊哦。鱿鱼花吧，鱿鱼花卖完啦，卖完了。来，你搁想要点啥？来，我来讲啊，这足紧路的啦，我一人加一招就好啊。你坐车啊，这啊，照放在近里啊，卖一盘，我讲跑四斤左右，带成功。你个客人就好，卖浪费时间，加重来哦，五百就好啊。我要卖哦，全部哦。哦，泡水飞机啦，好食的啦。你定咧共买，你拢知影啦。定咧共放，你拢知影啦。有人要吃无？加重来哦，五百块就好，一个客人，他袂定你吃。降价啦！啊，咩啊降啊？四九九。来，四九二哩。四啊五啦，大哥，无迄个无用出价啦。咱讲真诶，我真正了钱诶啦。即你我叫人帮你，有知偌济啊？即恐怖诶啦！我是今仔日讲即物件足济，我叫人去空调就好啦。对哦，今天都不惜成本啦，管他的啦，东西就是帮我搬过搬出去。来来啦，来，放心来来。小智，小智。这盘先来来来，对吧？嗯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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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礼拜你买了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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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话这五百了？好啦，今天五百，你叮当叮当买袂我，我看你买五百无啊？你买五百无啦？来五百过来，我是咧，你是牛皮咧？那我听你，那是假的，五百我无哩。等我呀，四千五百块，够一百来，总价两百，全部拢给你啊，才收回。你自己算几只啊？你自己算几只？自己算几只？你算几只？买到比我还便宜的拿回来退。我今天了给你的啦，全部两百，拢给你啦。来啊，我讲这个叫白鸡皮啊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卖快一点就好了。一般跟你讲这炖的啊，用这个，哦，用香的拢好吃，白鸡片。哦，刷鱼片啊，我简单是安尼啦，知道哦。啊，你改排好啊，不能改留钓鱼啊。你要当个食点条啊。哦，一波菜只咧卖一袋安尼，卖三十块。你若有改，再一袋、两袋、三袋来，四袋来，这五袋来，这六袋来，有人想要食无？帮我开一百袋啦，一百条好啊，今日袂较凶的来。啊，刷鱼片，乌白白啦，这无可能，反正花两百块，我超过一百块弄掉来啦。食啊，一百块来，青菜袂啦，一百来。
我跟你讲啊，今年大家都来这看啦，早一寡物件回去也袂后悔啦。啊？鲨鱼片，鲨鱼片来一百块，看谁要来一百块，青菜条正的哦。来，剩一个八十条，看人要啊无？好啦，然后左边的，这个八十就好。然后。阿妈，好多无买着啦，一百块来着，一百块啦，一百来着啊啦，一百块，我们再来一百条啊，爱多刷，这样阿妈的话听，左边一个，阿边一个，左边，哎对，来。来，个人要吃我来。个人要吃蛤蟆，今日一百块啦。要人做一届来，一百块。个人要吃蛤蟆来，一百块，一百就好了。一百块。没。个人要吃蛤蟆来无？谁要的？蛤蟆一百，个人买无？剩下三个收掉哦。好收。要不要？啊，河虾。河虾吗？这两盒一起四百。哦。来。蛤蟆加几分呢？好来。还有人想要吃香鱼的无？有啊，我有白白啊，够快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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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啦，我来讲，我大只先来招待，安尼好不好？来，阿姊，这只给你，这只够给你，大只的哦，五百块。我大过一只，卖用钱要拍习惯，三公斤的。哦，说真的实在话，大家客不会满足，但事实上你买不到了。小姐，你要一千吗？好啊，来，左边五百块。来，个人要吃大只套票无？大只的水的哦。来，赶快五百块条啊！来，这盘较细些啦，来，有人要吃，加油，再加一杯啊，来啊，这盘较细尾啦，来啦。我发个套餐五百块，然后有人要吃无？套餐五百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我要来啊，我无要来，我倒来我，好来，讲话了。来，点菜要点啥？有那河虾，对，还有河虾。多帮手，现在五百吧。两盒哈，后来四百块就好了，七八块。来四百块，来个人买啊无？来四百，个人买啊无？四百。孙娃娃虾啊，贵啊未？来。这行情人两个卖五百块，两个四百块天落下来，有人要吃无？来四百块，有人要吃的无？有人要吃的无？两百块了，虾子啊。你要吃？你要什么？虾仁你要？来，大哥，你要几份？吃着我来。虾仁。哎对。啊，你看有人想要吃迄个无？鲔鱼肉啦，嘛拢凊彩卖卖啦，鱼鱼慢慢凊彩卖卖啦，拢凊彩卖，咱出去点啦。这物件这拢唔免抬，这就干阿要起阿爸尔，你拢唔免烦恼抬的代志。来，拢有啊吼。你连接要放好吗？来，虾仁什么？虾仁你要？虾仁在这里来了。来买三百块，对了，三百块了，卖我叫开五百啦，来啊，三百块，三百了，一堆。包吧，我要吃黑鳞的无，黑鳞全部去包啊去。来过来啊，三百了，来左边一个来，你要吃黑啊？来，来，还有谁要三百块？三百了。黑鳞，黑鳞。过来，要吃黑鳞无？来，三百块来。过来，要吃黑鳞无？来，三百块来。三百块，三百了啊。过来，要吃黑鳞无？阿姐要来。来，阿姐来，我走。阿姐来，七
走你。哎，家人收一包，客人们要来300块。过来要吃黑莲无？300条啊，300块黑莲有人爱无？拢有啊吼。哎好。啊，有人有想要吃啥点菜？哎，鹅啊哈未？鹅啊哈。大娘。好，买点包。我实在哦。这怎么办？安娜。啊。你下老板，阮老板。全部都去吃得完吗？拢好哩未吧？我真大买呢。买啦买啦买，当然不爱买。你要啥？你要吃饼？你要啥？爱点？爱问？公车伊啦，300块啊啦，不要花，做一届。全部哦，300块。啊，你来干，你帮我分两份。家己分，家己分。来，你帮我分一个。哎。来呀来，想要食大只黄鱼无？大只黄鱼水的哈，金色色的，等于搞红蒸的，好食。然后黄鱼。你即摆出价提来，即尾也无啥，光起来200几块咧。我黄鱼档位足贵个，来凊彩钓啊，有人想要食黄鱼个无？黄鱼有无？500块，好无？500块，你一尾有哩，两尾有哩，这3尾有哩，有啥有黄鱼来？谢谢。这4只有哩，大只啊，这咪细只哦，足新鲜啊。黄鱼500块，即尾搁请啦，来500块就好啦。大只黄鱼啦，有人要食黄鱼无？来500块啦，今足大尾个这，凊彩我卖卖啦。有人要食哦？这2只来，这3只来，这4只来啊，这5只来，500块留，500块。黄鱼500人要吗？黄鱼500人爱不？小姐你买不？买到赚到钱啦，这正常要4500的啦，卖专门卖的啦。这5只大只啦，这黄鱼给你看卖啊，这大尾啊，500块留。哦，来左边来。Hello。过来买啊不？500块。前面一个。我要数只大片的，惊死人。过来买只黄鱼来，500块了。这大只，这水你也看买啊，真好，来500块。这4只。哦，最后一个无啊啦。来，过来买只中来啊，来500块来。你还要几分呀？要吃老爷啥拢有啦，注意点啦嘿。啊，拢直接甲乌白乱卖啦，不是这个东西就给它乱卖啦。进来哦，大致黄鱼最后的介绍卖完没了？来，进来500块来，1位、2位来，3位来呀，4位来呀，来这5只、大只来了，500块啦。来 ，Hello。这个500多少？一杯多少？等一下哦。过来要吃我来500。过来要吃黄鱼吗？今天要黄鱼吗？你不知道黄鱼？啊？过来要吃黄鱼不？黄鱼大只水的啦，这3尾来，4尾，这5尾来，500块，500块。有人想要吃黄鱼吗？黄鱼无哎，拢有啊哦。什么呀？黄鱼10斑呐，总共300块啦。阿妈，阿奶，你要吃黄鱼？没多少，两五十斑，两五十斑，你好，蛮好。好。阿明啊，你起头哟，来，我阿你点的，我袂记得你卖着歹势来，卖300块好不好？这空运的足轻的哦，你半行情我来讲，才近100块，这直蹦起180、180啊，这3条给你啊。来，阿弟。300块，这4条给你啊，300条，300块。过来要吃鲑鱼头无？看阮只鲑鱼头水个哦，这一条、这2条、这3条，听好，过来这4条来300条，300块。啊，人要吃吗？来，一只、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个来。300啊？300块。好。哎呀，有无？剩只俩我来，剩200块啦，到时候要来100块来，可以啦。来，阿姊来。来，阿姐讲啥物啊？无大个，袂较紧个啦。物件搁剩袂少啦，凊彩就好啊。正常两块300，接过来，接过来，500，可以啊。拢50斑，
乱卖啦，订就好啊，我白买啦。百五。哎，你也百五。来，各位食龙虎石斑的无来，这四只来，哦，各五百来。来好。来，啊，这只恁若有介意话，这盘我讲一万五百块，但是我来讲哦，无到位袂要紧，来，我夹一只好康的啦。来，一只，一个煮，水蛮好食，只咖喱，有人要吃无？咖喱，你讲这尾价值了两百三，只中来哦，五百块，一个客人就做条条，这个综合版啊。美宝大哥，有人要吃虾，要吃鱼啊无？这一堆海龟，这一堆水的哦，这堆总来五百块，做一盖条。有人要吃无？这堆总来五百，这一堆全部五百块。三只龙虎石斑，一只加拉鱼，五百块。我是食拢袂饱，袂苦啦，好苦嘞。大家拢足清足水的，安那？啊，小姐，你若照饭的话，迄地草八百，你若有介意，你定着看你要做多少，你紧五百条。哦，拢卖五百块袂条了。这做饭的哦，还是今要食石斑？三千五，无大无咩卖。有人要吃无啦？这三百石斑三千五了啦，三七五减租。有人来哦。不要那啰，一尾卖八千，我今天都一尾拢一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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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在卖。还袂卖恁八千，我无大啊，袂晓卖啊。来，干啥？啊，多谢，大姐啊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这里两件外套看卖啊。差很济啊，迄袂晓记。啊，无人点解要换？啊，那个也要。哎呐。来，啊，无人这个啊，迄肉正坐来弄红条好不好？帮我买一条。来来来，等下再来啦，迄王俊。啊。这个哦，这大只的，这上少一分三百，这大只的。你若哦想要吃，我来讲好不好？你讲菜市啊，我讲放一堆啊。放一束啊啦，来跟我讲百七百八，安尼我来讲，安尼了常吃三百几块啊。这大只的哦，三百块了啊，这拢送你，这拢送你，这拢请你啦。粉饺送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太多了。哎，冰饺大大吃了。有人要提去哦。有人要吃无？这是更三百了，这是更三百。哎呀，有啊。我唔知呢，我唔头家。对。有人想要吃无？是更，来三百块，这大尾啊，伊这边一百块有细只。哦，来。什么啊？鲫鱼有啦，把鲫鱼拢毛变出来啊！来，个人要吃无？来，小一斤来计来三百条啊啦！但卖浪费时间，你外口放只，放只五百几块嘞，来三百条啊啦！我唔敢用的啦，你要卖啊？大只就只尔。是啊。来左边啦，个人要吃一斤无？来三百块，三百条。真正甲吹嘞乌白饼，来有人要吃无？来三百块，三百有人要啊无？一斤三百，这样有没有四斤了？啊，有没有四斤了？超过了，超过了，紧张哦。我边个对？我边个对啊？我知啊，我这坐啊，有人要吃无？来，三百了啊。恁可能感觉看吼，这台仔看嘞，细细啊，你可能会感觉坐啦。然后你可能会感觉坐啦。我用这种台仔，你就知，你就看有讲偌济啊。我刚刚用中台来看嘛，这三百块一堆啦。来，你看有无？哎呀，你看买有济无？来啊，阿姊来。哦，拢乌白白啦。你买无啦？我买。要鲫鱼啊？你要鲫鱼啊？好啦。鲫鱼就切，就切。切到大块啊！来，搞什么鲫鱼卖？我甲你讲，这种明菜煮的，拢约好给恁啦。恁若好用切嘞，照磅啊，一台斤三百六十块，我讲这盘磅起，我真正磅一台拢七八千啦。五百条啊！哦，恁家己计。